大家好。会剁骨的牙签，我来讲，未剁骨的毋是人，你敢知？剁骨的嘛未歹吼。咱继续吼，咱继续，咱拄仔讲的，今整个咱台湾的状况，用这吼阿嬷，这是较单纯。我还阁有足侪相片，我拢去找会出时啊，哦，翕到，看着愈看愈感动，愈看愈流目屎。这就是咱台湾目前嘛是同款，仍然在政治的另一中。拄仔有一个少年讲的，看着迄个眷村的人，看爸爸妈妈差不多要死啊，伊就尽量吼，啥物用维持，就是讲维持好心跳啦，安怎？加一档领钱啊，加一档伊就加有迄个福利啊。因即嘛，所以做因的老人嘛足悲哀呢，要死嘛袂使呢，硬互伊拖时间呢。吼，妈妈转去啊，爸爸还过来，尽量互伊换到二十几档，伊会当享受二十几档。另外，即种的有影是非常吼，非常可恶的代志，非常可恶的代志。阮台湾人足济人有影是，你看你去装卡。但是从咱期待内底，迄个暗象就是讲看袂到的所在，悲哀的人偌济，你知无？无饭通食的偌济，你敢知？所以这种的政府，敢是正港的政府，对不对？所以台湾没有政府啊。所以今仔因拢在想安怎？外口安怎安怎？平潭岛，毋捌看到平潭岛的人举手？知影平潭岛的举手？今嘛平潭岛偌水，你敢知？水甲吼，迄是啥物人出的？迄是恁这戆人出的啦，你敢知？讲戆人嘛巧呢，会当知影找这条路，对不对？我就讲对，无唔对，早期是戆，惊割菜啊，对不对？割菜，咱共同找到这条路，是一个活的路，啊，埋了生命丰富的路，啊。所以咱即摆来到车，我们只能靠什么？我们今天统称是什么？大咱做伙来读吼。你一定爱记，即摆台湾都是台湾法理，法理台湾，唯有法理才能解决台湾问题啊！因为台湾民政府。这 logo 是咱阮家己设计的吗？咱家己设计的吗？这红的是表示什么？日本，是日本是什么？日本？红的是大日本大日本帝国授予天皇陛下啊，大日本帝国天皇啊，这个黄色呢，压什么？亚洲嘛哈，然后呢，这个美国国的啥？台湾中间那个星球星星呢？美国，这是美国占领期，美国军政府还在台湾，啊、哦，还在台湾，所以这个 logo 你到多位你可以接，这不是咱家的设计啊。所以讲，当咱今嘛唯一的一条路，这就是台湾唯一的一个逃生，就是法理。唯一的解决问题的就是法理。我们必须清楚，要解决台湾的问题呢，只有回到法理论述啊。所以我们要进一步的，然后了解。你看，从迎新会带来了新的气息啊，让懂你的家，蛮残部也当家唱。哦，两个哈，两个未歹。这种的是咱的以前叫做忘年会了，到今嘛是迎新会不同款啊。因为已经进入了正式接掌的时期，所以我们迎新啊是有盼望、有希望啊。迎新会啊，你看迎新会啊，场面是偌水，你看我们的宗旨是什么？为百姓设想啊，为百姓设想。所以呢，看见啊这些啊百姓设想，他们欢乐歌舞啊。这人你敢知啊？这人什么人？在那边看到迄个人专门伫扫涂骹的志工，遮咱看是毋是足清气？
这哈，这几个，这几个哈，默默耕耘啦，阮高山的啦。哦，以前阮从高山来遮拢做志工啦。啊，伊毋是讲无工课，伊嘛有工课呢。伊知影拜六礼拜来到遮，所以咱遮外口遐尼清气，拢是因几个伫遐扫，伊也无领钱，白白的付出恩典。好，付出这种好歌，所以呢，迄天，迄天迄个活动，哎，就是迄天活动，迄天活动吼，啊，伊嘛来参悟，了，阮这是阮高雄州的义长，你看向天光看，哎呀，新的曙光，未白新设想，迄种的情景，哇，你水，你敢知？啊，所以呢，他们欢喜又快乐，啊，你看咱的周边有济无？啊、哦，很壮观，对不对？就是咱后边，啊、哦，咱后边，啊、哦，咱即马，这就是咱即马后边学校，这早期是用帐篷、乌网啊，足困难呐、啊。咱来遮是恁恁有影是足迄个呢，幸运呢，你啥物拢有啊？阮拢是乌网啊，你看，啊，烧到要死，对不对？这拢也未做到，啊、哦，所以呢，你看遐尼济人。啊、哦，遐尼人伫遐，啊、哦，这就是讲咱台湾民政府渐进的已经进入到迈向的成功了。我讲咱即马是差五公尺，我顶回讲差五公尺，即马是机啊绑起来。咱登山哦，上尾主要是会机啊夹起来，还是插机啊，表示咱完成，对不对？咱即马到最宫顶上顶冠遐，要宫顶是非常痛苦的呢。咱全部力。甲元气差不拢无安尼，你要较差一步啦，差一开，迄一秒钟哦，改成骑五十公里呢，因气无啊嘛，阳气也不足嘛，所以蹦到了流目屎，感动讲我得到啊，我完成啊，但是完成欢喜啊，到尾欢喜机啊掉，目屎流，然后到尾要冷静的时过来啦，要落来要安那落来，对不对？你执政了以后，你们以后怎么执政？你还跟我讲？我要当他执政的下手，有无？我要当一个人，所以咱爱安怎？咱爱用心努力。今日开始，恁绝对爱读册，好好去读。你会当上网咯，去看现在流氓政府的政府官是安怎做。你要国际拢爱看，咱是上在底下读啦，因为咱爱弥补咱不足的所在，你知无？免底下等。你等你的车开，明仔载迄个位乎你坐的是你的屁屁错，你知无？所以我们要有团队，要什么团队？你爱招比咱较少年的人，捌做事务官、搞电脑的人，放咱的边啊做咱的助理。咱主客是安怎？这个大方向政策要安怎做？要哪开会？要哪带领？要哪派定人？这是咱爱学的所在。唔是讲，互你做就会使，咱来去思考，咱家己的 team 伫倒，这 team 咱要用心去找，要用心去找了，咱有一旁的迄个啥团队体啊，你要接拢免惊啊，是安怎？你话头嘛，你的秘书会当解决其他的问题，啊，事务官会当解决整个的问题，安尼来咱调度是毋是比较好？咱做一个执政团队，一定爱为即马安尼开始。所以今仔日咱还阁不足几百个人，六七百个人嘛，对不对？好，咱今日若是讲你本人即马就是决定你要做做官，你要做一个议事主管，你要班底啊，班底免阁找变较老啦。从我阁找较老，讲阁要上课，要上班，稍等下我高血压啦。啊，对啊，我糖尿病啊，啊，我都行路搁步，我搞无一个好唔好？要安怎做团队？咱唔是讲欺负这老人，我唔是老人啊。但是老人有一个智慧，迄个人生这个经历比少年人较高、较侪，对不对？所以咱用咱的智慧来带领咱这旁车的人，来完成公仆的全职跟任务。安尼做，咱该死都爱准备啊，是不是安尼？所以今日咱在座的，那是讲一个人会当阁带三个到五个，我甲你讲，你执政绝对无问题。哦，有想要执政的举手，我看卖。无举手的意思是啥物？
无要时阵你来遮要创啊？对不对？爱去授课，咱这张纸真的是有法度带三个到五个人举手。我甲伊讲，你后放下，你无带你也艰苦啦。我甲伊讲啦，对不对？你凭什么你一个人会当这张纸卷？好，我即马啊，民政厅给你，免讲厅长啦，科长给你啦。你要安怎做？你甲我讲。来去授课，我袂向无去，我带少年人看。我即马做民政厅科长，他的业务相关业务是啥物？你就帮落我看。要咱就用心去读嘛，咱就了解啊嘛，对不对？啊，文要来写。电子文的要来写，秘书，你搞迄条一个，哦，你这旁的人是咱家己的人，伊了解你呀。你若是无偏爱这人，或很现任的，伊嘛以后拢要宣誓啊，伊嘛要来上课啊，要来考试了资格，回到转来搞来营业，你到遐，伊就知影你就无遐多，啥物拢袂晓啊。你问伊，伊就设计一个，啊，你设计迄两字改一个，你就惨啊。头一个变成啥物人？咱家己啊，是不是安尼？上惊是惊这個，所以咱今日开始爱找咱家己的班底啦。哦，班底最起码啊三个到五个。哦，阮军校是一个军校爱带八个人，八个班底。为什么？你要接一个管政府啊？你管政府无班底，你要安怎？你无才调，无法度呢，对不对？所以咱。不一定要咱靠咱家己一个人，借力使力不费力，以一个原则，借他人的力量创造我新的时代，借他人的力量完成我不足的地方，借他人的力量让我此团队完全的整合，借力使力不费力啊！好，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一招？好，我们用这一招，我们去思考，变成这暑假开始要好你了嘛？我点。走啊嘛！要做什么生意，你就爱在熟客啊嘛。好，我要做啊、豆浆店，原料的等品检，商品的检验，安全问题，你要熟客。但是我唔知道要安那处理啊。啊，爱找边啊的班，那叫啥？你的迄个班底来熟客，咱讨论看卖。安那做，这个足胖足好，口感足好，也可以够健康。安尼的潜力的愈来愈多，你要去做完整的一个诊断、完整的规划、完整的这个模拟，之后一次又一次的做完到你喝了觉得不错了，你喝了觉得安全了，然后奉上和收尾的，来，吃我这杯牛奶，我迄个啥，到你绝对愈来愈少年，哦，潜力就来啊，对不对？但潜力来不一定完成呢，潜力来啉了讲，伊这人其实唔敢讲，歹势讲，一摆无好，无啥好。第二天敢下过来，咱爱思考内容的部分。为民服务嘛是同款呐。间隔你的政策在哪里？你要做你区域的人，伊内底是欠什么？需要什么？老人的机制、少年的幼教的机制、小学机制、环境整个环境，你要去思考啊。你嘛，逐工伫遐顺产呐，对不对？我要种什么时，最爱偌济？我要种啊，什么物件？你爱改革啊？你爱做一个 proposal， 你爱做一个计划。所以今仔日开始，你一定爱有这种的思考。你若是无这种的思考，你绝对无法度成功。机会乎你呢？千万人中的一人呢？遐尼济人无找到恁老店，为什么偏偏你来遮？这是你的福气呢，不是大家都有的呢，千万人中的一人呢，不得了呢。所以大家去思考说，活在当下，我却拥有这样一个机会；活在今天，我却得着了这么美好的机会。但是，你敢好放落去吗？你会甘心的把它放手下去吗？不甘嘛，对不对？所以你今天得到了千一百的那个啥乐透来讲，你是不是珍惜当下？有的人得到了无改变了，挥泪我别来，结果无能当到心眼眼呐，心眼眼呐，这就是无智慧嘛，
哦，我们得主当下非常难得主的机会，即摆伫咱的手中，看你要安尼去把握，在乎你的智慧。所以执政团队他必须拥有这样的一个智慧来完成啊。执政团队，我们必须了解台湾民政府，他宗旨就是为百姓设想啊。这个为百姓设想，完全是牺牲，完全是奉献，不计较。咱走这条路，咱袂当上过计较。你若是计较，我甲你讲，足吃亏啦。阮这戆戆仔做，有一句话我常常问自己：听话照做。你知意思吗？军政时期啊，听话照做，顶管讲安那，咱就做安那，安尼就好，不要创新啦。啊，创新艰苦啦，创新若是个无拄好，你就惨嘛。是不是头一个变形就是我啦？哦，唔通啦吼，变形足忝。哎，捌看到天迄落变形的迄落影片的个像，足好看吼，恐怖。我有一摆一直找到吼，有找到一个影片，拍16次。我看到第8次吼，我饭迄中昼饭我唔敢食。哇！摔一个安尼，看无呢？迄分看无，但是一秒、两秒时，噗，迄个噗的飞的出来，迄个分就开始滴滴滴滴滴滴现出来。伊头一摆伊讲啊，娘嘛，第二摆嗯，第三摆，第四无声。哦，我看你老毛，你大尾来啊，对不对？以后咱处理变形是安怎？咱免去设迄个啥加压啦。我们个建议啊。浪费钱啦，派人去遐享受，愈去遐愈恶个大，变成出来个大尾啦，对不对？废除建议，要来你就变形你外敖，你外用，所以提案就是安尼来。哦，我们要惩治，必须这里，你要多开始，有个人会抗争，有个人会安怎嘛？但美国核准案10几个，那是讲无拄好。来啪啪公开看你间隔会安怎啊，社会持续法咱即马推行，咱接料全部冻结，间隔拢冻结，资金融拢冻结，安尼来咱可以当省你偌济钱，你偌济偌济钱嘛。若是歹势你一亿，看你有 ID 吼，要够40万，对不对？省40万。你若是无 ID 拍摄，特定人物一个人，一般是讲40万换一块，对不对？哦，40万换一块，你讲200万怎么存偌济？几角？几块？啊，5块尔。诶，你免偷笑，恁阿公阿妈摕迄个啥4万换一块是一台牛车呢，塞去转来就是安尼咔咧咔咧咔咧尔呢，目屎流呢，迄当阵根本空间。军政时期，敢有人敢讲一空间，对不对？咱40万换一块是，敢有法度有人空间？啊，军政时期只有什么？只有枪毙跟鞭刑啊！你要违反，所以结果啊，残忍，这个残忍，拍摄你台白人都袂残忍吗？是不是？你怕白人都袂跳，袂迄个违反他是人权的那个违反人权吗？人权、公平、正义何在啊？你安那侮辱别人，同款嘛是同款，你要得到相对的待遇，这才是公平啦。吼、哦，有几个人经历起来是台湾都安乖乖乖啦，哦乖乖乖，咱以后生活都亲像回到转来个日本时代同款啦。日本时代咱困免门也免关，对不对？出门免锁，足安全呢，是不是安尼？所以咱有这种的质。咱这一若是一段时间、短短时间改革了，咱回到回来，原来天皇实施这个皇民教育，迄当阵拢是足规矩的。你看3.11，日本遐不毒药，为了买这物件嘛是赶快排队到咱伊家己嘛是死啊，拢都不会做侦查，咱无呢，硬接呢，接到无多的时就大销量啊呢。你想咯，你想啦，就受怕，结果也被摆到遐，你嘛受伤啊！啊，这种的教育是非常
咱爱好家己来做一个哦完全的深思跟思考。所以我们看见一件政治团队应有的这个智慧跟态度、亲和力，接着是咱要迄落啊了解。我这段时间都看到这迄落箴言啦哈，箴言就是圣经里面讲的，不轻易发怒。为什么？有的人吼、哦，本来是这代志会受气，但是他不轻易发怒，这表示这个人是大有聪明、有智慧、聪明的。然后呢，这个性情暴躁的人呢，他显现他是什么？愚妄的人。这个话你要去思考。哦，我们做任何事，尤其做政务官，你不要轻易发怒，就会显露出你的这个不聪明啊。好、哦，所以你也不好的讲，嘿，人啊，无脑筋呢，对不对？我们要沉着，沉着去思考发生的来龙去脉，看来来回适当的话语，这个人称你为是大智，有智慧的。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性情暴躁的人呢，就会显露出你的这个欲望啊。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探讨的啊。第二个殷勤筹划的是朱志峰，他是一个丰富的啊，丰满的。他知道他殷勤，能够按部就班去完成规划他的人生，以他的事业，赶快能来到家，嘛赶快。我们既定的目标要成为公仆，要成为一级主管，所以我们要规划我该怎么去做官，好好去规划，让百姓得着了这样的丰俗这丰裕的生活，过得非常好安定的生活。所以在行事上不要过度急躁啊，行事过度急躁啊，你这个人啊，那个人的价值就没有了。你不要急躁啊，若是一急躁、啊、都会什么不断的是一个缺乏，你常常是一个缺乏，因为过度期不冷静，不够冷静，哈，不够冷静。所以你见言语急躁的人吗？你看过讲话有的很快吗？啊，就，公告不要讲，你讲啥我听无，啊，对不对？不要，要有智慧，慢慢的讲，讲给把他听得懂的话，不要讲你认为的话。你认为的话速度快，你也没听不够，不要说、欸、你多说什么说他办得好不好，对不对？我们常常是这样的，一面人比他更有指望。为什么？你这个急躁的人比那个笨的人怎么样？对呀、啊、所以我们想说，若要有智慧，你要从性格上改变。今天做公仆，你要从性格上改变。你不从性格上改变，你绝对不能完成你既定的任务。免紧张，免去啊啪啪啪啪，啊，不要急躁，冷静，深呼吸。你急躁啊，因为咱即马即种的年岁吼，拢有三高啦，对不对？上过迄条面拢红起啊，啊红起的时，咱就开始皮皮喘，皮皮喘，皮皮喘，安怎？因为咱的身体的健康已经是没有办法负荷，所以你不要心里着这个急躁。恼怒，因为恼怒会成为什么？愚昧的怀中。这个经节里面，是因为有一个罗马，在那个罗马帝国的时候，有一个保罗，保罗这个人是非常聪明，是在政府官里面很强悍的，他专门去杀基督徒的，他起码看到基督徒就杀，看到基督徒就杀，是这样的一个性格的人。但是他却能学到这里，是因为完全的改变，是完全的改变、哦、完全改变。所以我们知道人生的目的最重要，随着性格的成熟跟稳定，我们人生的目标竟没有年幼那个时候的单纯。我们知道年幼是很单纯，什么问题都不要去想，很单纯，也不要既定计划、啊、爸爸叫你安怎你的孙啊，阿伯安怎对吧？所以我们有时候无锡，我们要回到婴儿的那种情境，单纯听话照做，你就能成功了啊！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呢，在那个时候，我们人生呢，既然没有像幼年那么样的单纯，为什么？因为我们经历了太多太多人生的事故，人生的一些经历，所以小的时候毫无目标，完全顺服嘛。
但是你现在长大的时候，你看我们的孩子高中毕业意见就很多了，幼稚园他妈妈你怎么是国小还是就有一点问题了，老师说妈妈不说，老师说这样啦，就开始他的意见了，没有那么单纯了，所以长大以后什么都没有，唯一的方法只有上高上，就是到最高的地处去看你人生的这个区块，你看到哎呦我也变不高，要有鸟看，老鹰要抓动物的时候它怎么样飞到很高的地方，想管收在你要看到顺着看到目标的话呢，就马上垂直下去，啪嚓，瞬间取得应得主的代价。但要有鸟看，要有那种高处，所以我们的生活在地上，但我们的心却是渴望。但是兄弟家弟兄弟，但是我们渴望盼望渴望台湾民政府能改变，就是我们一再受到这个炼狱中的生活，这个流亡政府的政策跟洗脑，所以我们不是笨，我们不是不知道，我们不敢，所以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渴望，是我都要改革台湾政局的问题，都有这样的一个渴慕跟渴望。但今天揭开了这个序幕，让你有一丝的一丝的这个曙光啊，有一个这个希望，那就是法理一样的道理。所以呢，我们越爬得更高啊，我们渴望看见更高更亮，是那个我们的结果，这个我们渴望就会超越了。请求咱给咱去爬到从初级班一层开始，到了高级班，到了五楼，那个渐进式的，我们到了这个以后，了解台湾行台湾论了以后，我们的眼睛就明亮了，了解说啊，原来不用抗争就能够取得政权，不用去拿枪杆就能够打败对方啊，阅读这法理论书，我们就越能够跟他们做一个教育。其实你爬到越高，你越清楚，你越冷静越聪明，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去明白我们如何去超越这些。当你了解的时候，无论现场有任何的环境，你会有一种超越的生命，超越这样的环境，超越这样的一个事件，你不受到现在这个问题所捆绑，你会跳脱，你会超越，那是超越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啊！所以呢，绝对的单纯是因为我们的婴儿，所以我们常常要回到婴儿的时期，单纯的处事，不要太计较啊，不要太计较。所以我们若是要去改变，你必须要爬得更高一层楼，像老鹰那样看见鸟看整个问题。要解决问题，你如果不爬到最高顶去看整个面向，你就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因为你是在井底之蛙，你所看见的只是一口井而已啊，对不对？你跳出来的时候呢，跳出来的时候呢，你就说啊，原来还有另外一个美丽的世界。这个时候你欣然发现新的世界，你才有重新得力啊，才能够更新变化，才能够有冲劲的向前走，来得到我们要得到的事情，来改革整个让我们的子子孙孙完全一个美梦。这必须要有这样的看见啊！我们若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在生活中常常有一个结论来认识这个世界啊，我们这个结论来认识这个时代的世界哈。在古时代的时候，我记得在小的时候，我一耍电干目标啊，早起咱这年岁干目标啊，无嘛。我耳朵上是安那看时间呢？哦，不怪我那个排湾族安那讲呢？啊，我记得排湾族女子嫁给老欧啊，嫁给老欧啊。哦，到底应该就好诶。到有一天吼，讲老公，我要回家，妈妈干，我要去看妈妈了，我要回家。他会因为想想，哎，对了，我要回家，妈妈看你了。他说老外就讲，你要去几天呢、啊？我很久没有看到妈妈，我要去三个月亮，两个太阳，不，三个太阳，两个月亮啊，你知道意思吗？三天两夜。哎，你很厉害呢。你哪里人？你真的那么给他厉害啊？我问他说：“我老公，我要去三个太阳，两个月亮的哦。啊，你三个太阳，两个就是早起，无手表还是看天啊？对不对？
看天，伊风台内要看啥？你敢知？哎、欸，唔是烤烤鸭，还佫有一个迄个麻要吃的那个草啊，尖尖有魂迄无吼？等吼，那、哦、是讲两三蛋，伊都有啥？哎，足准的呢。哦，阮到阮你去啊，今年有啥啊啥？有三个台风，今嘛天气报告愈来愈无准了。伊就讲爱回到倒来向咱的祖先学啦。哦，看到迄个人，咱古时来过早期的时代哈、哦，所以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啊、哦，都、就是安尼单纯的循环啊、哦。那今麦人爱看表啊，拄啊好你表啊，电池无的是你要哪看啊？啊，我们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有它缺陷的哈、哦。啊，现在我们在设计啊月历啦，啊设计桌历啦，然后定一些24个节，然后按时种耕耘，都是要照着人设定的时间来去做啊，定下了每一天早上的闹钟叫醒我们，不会自然醒啊。因为平常以前古早拢是自然醒，对不对？时间到伊就醒起来，因为叫做生理健康。才会有既定的时间自己唤醒自己，但现在人完全都依靠外来的，所以连时钟闹钟起不来，勉强亮亮亮，伊嘛是讲偷呀夺嘞，惨嘛啊迟到啊哈，然后还准时打，而且打卡，这些都是我们现在不一样的。所以人类呢，在数算在地上的每一天，他每一天的命上了月这个年月日的名字啊，有的人都是啊，你属什么属什么拢有嘛哈啊，都是用那种来一对来去看看我今仔日运气是安怎安尼。所以每一天对我们而言都是有意义的，所以他都会去注意到，哎、欸，这时袂当出门啊，这时袂当有注意啊，这时袂当安怎，哦、我可怕哈，安、哦、尼比迄个新年人较歹哈。来来注意，来来过来，所以要记得啊，那个意义非凡的日期，那个象征着开始，啊，那个这个也象征着结束日期，所以生有死，死呢有死，对不对？这是命定的，你去啊算命也无好啦，因为在天底下，在哪个时刻你就生下来了，啊，你就生出来，好命叫啥开？命够上开了，你过去生看卖，不一定对啊，是不是？生有死，死有死，免计较，对不对？你计较上，你能掌握你明天如何吗？你当明天掌握明天如何呀？就看卖，我相信无一个人嘛。所以呢，我们大胆的放自然的，我生有死，死有死，谁来定我的命运呢？无一个人。对不对？所以照着你今天所做的一切事，照着灵里面的带领，请求咱班长讲的，身体来对有什么？灵、魂、体三个，三一的结合，对不对？那为什么我的手会叮当？是凭什么？凭着我们魂生命，魂生命是心思、情感、意念。啊、哦，我们的魂，我头、筋、表皮反应，我心思马上我手接上去抓痒，对不对？我心思看到美女，哇，我感动，我的情意就来了，啊、哦，这是魂的触动。所以，若是一个身体躯壳没有魂，它会动吗？它是怎么样？会僵在那里，对不对？机器人一样，啊、哦，僵在那里。但重点在哪里？我们要做一个正直的人，那个魂够不够？不够，要有灵。那个灵最深处，那叫什么？良心啊，对不对？良心，你今天违背了良心，不要用人教导你。但这个东西很漂亮，而且不是我的，我就会怎么样？我很喜欢它，我就会贪恋，对不对？贪恋的时候，我眼睛怎么样？无人呢？哎，无人呢？啊，无人呢？对，安尼目睭阁看干呢？揪咧囥遮时，开始有啥物？砰砰砰砰砰砰！迄毋是你的，迄毋是你的，迄毋是你的。你的良心在开始指责你，你说砰砰，提动去，你都无顺，你无顺，你们两个在交战呐、啊。没交战的时候，呵，你不顺服你里面的感觉，你就违背的。天理的，对不对？你就叫犯罪的意念了。
犯罪的意念结果怎么样？让你不舒服，回到家里高血压飙高，因为你情绪不稳定，是你的。到尾要放假是爽，但是要怎麼处理啊？要怎麼处理啊？你得到要怎麼处理？所以哈，我们不能违背天理，哈啊！所以呢，象征的开始，象征的结束，也象征奉献，象征的改变，啊，改变。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意义是越来越深刻。我们人生的体重从幼小开始，哇，开始爬到我们中年、青年人、壮年人，到末了呢，长者长然后到老年人，他这个轮廓是。告不要是安尼来啊，所以我们看见哈，很多人生的一个指标，一个垂直的，为细汉开始起来啊，会爬啊，然后到幼稚园，到学校，到哪里青少年，到壮年，到会娶某，娶某生囝，生囝了，就操作爸爸阿公啊，你要平坦下来，又下来了，回到哪里？回到家里，永远的家。所以我是用去开玩笑啊，爱独孤的人举手，我看麦。唔通困啦，以后咱困足久个呢，对不对？唔通浪费太济时间啦，以后还会睡很久的嘞，对不对？不要浪费，好眼睛瞪着，用心为台湾民政府打拼，才能有代价。告诉恁的子孙何家财，恁阿公努力的结果，互你会当为哈国校开始读教博士，免交钱。安尼有好无？好。所以咱爱感动，咱爱感谢咱家己，咱手举悬好无？咱手悬来，向你边啊，甲讲好，家在有你来。你阿嘛好上恁两个先啊，无你哦。台湾好，家在有你来，甲举悬。台湾好，家在有你来。你话？欸，你这种的小动作，你我头看伊的面相，看麦，你看头看你的同事的微笑，我笑眯眯，我甜我水呢，你敢知？咱台湾人即马是欠这种的，哦，你看你像你坐电梯啦，有人做高个，拢出来钓电梯的牙签，电梯楼卡楼顶的人嘛熟悉点钓入面的时，你头一个，过来入面第二来的时安怎看？第三个是这样啦，欸，这是什么？这个是什么社会啊？刚刚动的呢，对不对？看到人来，马上转一下，安尼，足悲哀，你敢知？你敢知？所以你本人，你看，你去电梯的时，嗨，大毛，还笑笑，哎，到欧美 ，Hello， Hi， Good morning。对不对？台湾人呢？有狗，哈呢？我可怕，你敢知？这个悲哀的台湾人，受到这些年的侮辱。嗯，外省人，你没有？你笑眯眯，还是可能你的基因较好了。差不多，你去看卖啦，你就电梯看卖啦，牛力量。不愿看，无得为安尼看，所以呢，这个是无望的人吼，才有得到这种的状况。所以咱愈老愈得了解吼，我都要讲的这样吼。罗马时代的保罗他说：“你不可小看你年轻，知道吗？你不要小看你年轻呢。”有人讲：“无啦，我要怎啦？啊，无啦，拍摄不要小看你年轻，总要在源于。”为人爱心纯洁上做信徒的榜样，我们今天在台湾民政府，不要小看你来三个月，不要小看你来三天，啊，总要在你的言语、你的行动上做一个台湾民政府的榜样。安尼是不？对不对？咱处理咱讲话都无同款，咱的质无同款呐。法理论述元素注入到你我的里面，我就有相当的智慧。直到台湾解决问题，只有回到我们这里。所以你恭维的是有一个深度啊，你的行为给人欣赏，你决定的事情，他说好，对不对？这样的话，我们就啊
得着了这么一个好启示。所以呢，你不可小看你年轻，总要在人以为人爱信爱跟性跟纯洁上都受信徒的榜样。这话含义很深呢，这个话含义很深呢。哎，不啦，我唔捌读迄落册，我都唔可能的啦。不要小看你，不能。总叫你从心里开始愿意有一个渴望跟渴慕，爬得更高，付出代价，得着法理的论述，直到台湾的问题解决，就有这一条路，对不对？必须有这样的看见了。啊，深意非常的深刻。这里说啊，不可小看你年轻，你若穿上不合体统，谈吐不合宜，人如何不小看你年轻呢？对不对？你穿什么都搁搁只槟榔，搁穿只丝丽吧，啊，你要走路安尼，然后安尼啊，变成什么？干么含义啊？合他的身，不合身嘛，不合逻辑嘛。什么都咱都爱穿只的，什么都较顺嘛。我看过，嗯，别派呢。准讲我十天无洗，你也唔知啊，啊，对不对？是不是？咱是更新是未来底开始改，唔是外靠你啊，哈。所以呢，不穿着不合宜啊，谈吐不适合，人如何不看你年轻呢？意思就是你这种的人，有影无质的啊，你这种的人，有影是比囡仔较迄落啦，唔捌代志的，对不对？啊，你人怎么不可能看你年轻呢？所以你举止若是随便轻浮，人自然小看你年轻。意思就是说，你就是一个无记得、无记得囡仔型、囡仔型。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是无知的。哦，我们要成长。所以这位有个保罗，他的意思是说，他提摩太是一个人啦。伊这教这提摩太讲，你的行为举止哈庄重，在言语上要有分寸。说适当的话语，说供应人的话，说扶持人的话，说让人喜欢听的话，啊，要有分寸啊，该说的多说呢，啊，这个该说多少啊多少，什么时候说话，什么时候怎么说什么，怎么说都要让人其尊敬你的心，所以恭维是这个顺呢，对不对？啊，唔当想过低的，低起。草率，没有什么心机，好不好？没办法，但是问题是会伤别人嘛。那你要有智慧判断这个人的性格。我用低的，伊动袂掉；我用温柔的呢，伊嘛感动到流目屎。但是你要怎么取舍，在乎你的智慧，在乎你这一生中让人家起了一种敬重的心来。所以台湾民政府所有的格言，我们一起主管，若是。我们受到这样的洗涤，经过这样的训练，我们绝对是做一流的啊，做一流的。所以不要让人家小看你年轻，好不好？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哈，身为一个一级主管，要有智慧，态度上要看得懂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包袱哈，都有一个抱负啊，抱负。所以我们常常讲哈，一个法格尔将军他怎么说啊？我看到每一个人，排长了，起来。报告，这边有220个人，他看到是一个群体220个人，但是一个伟大的人呢，一站在这里，有220个人，我都知道你们在想什么。那个人在怀疑，那个人觉得这个话不错，那个人觉得说高官不关系，你都能够了解到每一个人心境，所以因此你就能够说出每一个需要的那个问题。你做一个领导者，你必须要有这样的看见，你必须要有看见。排长一排的人，但是伟大的领袖站在一排的士兵面前，他看到的是44个个体，不是看到一群人。我看到是244个人，这样的话我就知道你们需要的是什么。哪怕你坐在最后面的那个，我也知道你在想什么。这个就是一个伟大的领袖，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度量。所以我们知道你们每一个人都想要好好活下去，不想活下去的人举手，我看看。不嘛，我就知道你们想要 活下去，好好活下去嘛。所以我们了解这些，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有一个作为，每一个人都要专心讲啊，这是一般的自然。所以我们建立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去了解。那我们现在不谈这个，因为时间关系。
所以我们做一个公众人，好，个人的亲和力都必须要有了解都必须了解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从根本开始，我们待人必须从公心为上。我们管人不是 管人，那要管那个心，那个管是一个限制，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个管是付出跟关心啊，那要取得他人对你的感恩啊，对你的感恩，你除非你先感动人心，否则你没有办法叫人付出行动来配合你嘛。你要让他感觉说你这个人是值得依赖的啊，他觉得说哎，这个人一直是爱他照顾他的，所以你说什么他说是什么，对不对？做一个领导者必须要这样，所以要先争取人心，而后才有什么数额这个理智来去判断，来去行使，来去动作。所以得人心之前要先得其心啊，话充满了热情，话题都是令人觉得很新鲜有趣的，他的自信带给所有听众希望跟安全感。领袖知道得人之前必先得其人心做高级主管都必须要有这样的看见跟认识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看见。我们没有这样的看见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完成我们既定的任务所以呢，我想在这里我们再讲一下说，今天我们活在这里，今天最重要的目的，我们如何去激励今天我们是一个即将执政的，我们的目标政策结果对政府长期的施政的管理一般形成有几种层面。第一种层面是使命，今天咱来到嘉义，咱的使命是什么？我们一起念，对台湾在国际地位这就是很明确的咱的使命，对台湾在国际地位要正常化。那我们的愿景呢？法理宣动了台湾主权的地位，唯有法理才能宣动了台湾主权的地位。我们的目标呢？大声一点好不好？将流亡政权驱除台湾，这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政策呢？我们的战略呢？多少？就是我们今天的任务，对不对？我们能不能完成可以完成。所以我们必须有意义，管理的意义就是说在于有效的展开活动，完成的完成美国的要求，4000名接受初级高级班训练，做一级主管。所以更有效快速使本土台湾人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用那个无缝接轨，使我们执政为台湾百姓设想跟造福。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做到的，要提高我们施政的效率，创造施政的效果，达到施政的效益。这就是我们必须学习必须努力的地方，我们必须要真的是用心，好不好今天我们的子孙的眼睛看我们眼睛边这稍看有没有要好他里面知道我换在世间，可能无人。但是你若是完成初级、高级班，然后经过这五关了，你对咱未来安怎，咱较有毋茫。所以咱爱向咱家己鼓励，好唔好？好，我们自己给自己鼓励。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既定的目标。我们希望大家彼此的勉励因为时间关系啊，咱高嘉瑜姊非常感谢，谢谢。咱即马休困10分钟吼，下边吼，咱的秘书丢跟咱有约哈，谢谢。下课休息10分钟，下课休息10分钟。